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对，我是阿曲。那我们今天要为你带来这个系列是我们的黑暗剧院。那记得我们上次玩到了一个就是被 end， 我真的是非常难过，而且就你也没有下落。对，其实我好像上就是看了一下有没有，就是到有几个结局，好像有六人像吧。其实我也不太知道，就是我想说我要自己通关看看，所以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看。就好，那我们就一样稍微的看一下吧。我觉得呢，对，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可以再稍微的检查一下。我觉得啦，就是这已经有点来不太及了。哎，我没有必要进去了。哎，所以这里应该没有东西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换不一样的那个。天啊，我的梨！不行，外面太危险了，所以我们这些存档根本就没有办法玩吗？好的，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读别的档案试试看。我们要读什么档案好呢？这个吗？不，这是李海在的时候古旧的钥匙。我觉得我们一定是漏掉了什么，然后怎么办要从这里过去吗？你先跳过去看看。我觉得呢，对，就是好像在追逐战那时候啊，我们没有去一楼稍微勘察一下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去看一下，到底有没有其他我们遗漏的东西。就是或许我们可以得到一把神奇的钥匙吧。对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梨拯救出来，而不是就是放任它在里面被压死啊。对，梨，别担心，我非常担心你啊。就这样回头见。好，我们就可以去拿我们的木板了。所以我觉得影响剧情的方式应该有非常多种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我可以怎样。我觉得如果不是录实况，就是不是录实况的话，我应该可以就是埋头苦玩吧。对，因为我想当初我在玩纳米这款游戏的时候啊，我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，对，因为我就是屹立不摇的为了要玩出就是其中一个男主角的 happy ending， 就其实结局不是太 happy ending 嘛，就是结论就是我为他找重玩了5-6次以上的就是从头到尾的游戏。我觉得已经玩到非常的上手了。哎，对，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？就上次我们断掉那个声音之后，我觉得我们当然是还是要选择信任。对，我们信任大家，我要信任你可以活着回来。啊，下去又上不来了，下去，不然我能去哪里？之后你。我觉得不太对劲，但愿那个丫头不要出什么事。我觉得你不应该去那个地方。我觉得你应该乖乖的跟我们在一起。一楼，天啊，说你还是只能去那可恶的地方。院长所说的地下室就是这里吗？不要进去啊，你。先进去看看吧，崭新的钥匙失去了。我们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吗？对，
们紧紧的锁着。对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只能进去这该死的房间。空荡荡的感觉让人家不舒服。虽然我们没有拿那个汽油的话，根本就不会有事。可是我们不拿那个汽油的话，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啊。好的，我们继续。我们就是一定要可以得到一就是反败为胜的方法。对，其实我们里拿到这汽油是命中注定啊，所以我们一定是没有拿到就是可以把它救出来的钥匙，因为我们必须要有汽油，之后我们就可以烧尸体。哎，对，所以我们还是有救的吗？你。我会加油的，你趁着点。虽然它这些缝隙啊，的确就是看起来应该不会被压扁，可是这应该只是一个骗人的。啊！该死，我们又到了这个地方。就我们要得到备忘信签，就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存个档。对，我们要存档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跑不过那个杰克的。哪里？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躲啊？什么都没有。好的，我们继续。回到存档，我按错了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继续。我觉得这声音也太非常的演员了吧，我们就可以是，该怎么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哪里都不能去啊。不要跟我跟那么紧吗？我看到亮亮的东西了，我看到了。哎，这故事告诉我们，应该是我们原本坐的那个位置。好，我们追逐战一定可以的，一定甩到你，该死的你！我觉得，不要过来，拜托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追我。我们就是，这是陌生的挂链。为什么不能回去了？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不能回去了吗？我到底能去哪里？读取存档。好的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别条路。好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我们加油。带给我力量，真的是非常难呢。我觉得如果我们再继续这样卡关的话，我们就不要录实况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要自己，我们应该要自己就是一直的持续下去。好的，我们最后一次哦。好，我们最后一次了，这是最后一次，我觉得不可以就是不放弃。我觉得一定有别的路。真的是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要逃到啊，就是舞台的左方的那个地方，不是也是通往楼梯的地方吗？我觉得我们一定是这样走没有错的。可是我觉得，嗨，大家回来。
难了，其实我刚才差一点要成功了，对，就是我们这个该死的软体让我录制了十分钟之后就跳掉了，没有问题，我觉得我这次已经可以展现给大家看到完美的神走位。好的，好，我们就是失误。跑到这里之后呢？我把自己关厕所。好，我跑过头，太难了啦！不要来，拜托！而且为什么他刚才一度都没有追过来？这是游戏的 bug 吗？对，我们要这样子跑，之后我们就会拿到我们的陌生的挂饰，就是，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逃跑，没有错。对，我们来了，嘿，我得救了，得找个地方藏起来。那我觉得这些地方应该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我觉得我还是无法把你救出来，这是我的报应吗？好的，我觉得我们拿到那个该死的挂饰之后呢，就对，其实就是我把原片的路就是。之前就是想要往楼下跑，之后我还是没有往楼下跑，之后你就换另外的地方跑。之后其实我去翻了一下评论，就是听说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拿个一个东西，就是其实我也不想要认真的被剧透，所以我就认真的也稍微不要看它。之后我就等一下我们终于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了。哦，再也跑不动了。好的。我们就在床上稍微的休息一下吧。对，这一切都令人太难过了，我要看到你又要被压死了。对，没关系，如果你真的死掉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带着你的围巾，之后我安然出去之后，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对象。之后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，你应该是我的初恋。哎，刚才跑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哪里。要是你还在的话就好了，我也希望还在啊。对，我们又是可爱的专职人员，之后有就是要被担任地下室的责任，之后我们就得到储物间的钥匙。哎，谁？有人敲门呢？好的，我觉得我们终于可以再一次的存档。好的，我们可以去哪里？对，我真的很想打开它，你都不让我打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可以用什么？我们可以用剧院的票。不行啊！哎，对，我们要看一下。陌生的挂饰在哪里见过？什么都不能用。说是怪钥匙眼，好，绝对不是这一间。我今天好像从上面这间开始。唉，我好难过。好，我没有问题。然后，奇怪的插槽。就我们就要看这本奇怪的日记，爱让人家忘记时间，时间也让人家忘记爱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等把一切的时间都经过了，我们就可以忘记你，之后就去找新欢的意思吗？好的，我觉得我们就这样持续下去吧。诶，手上好奇怪的钥匙眼。
好的，我们就用扭曲的钥匙打开它。对，我觉得我们这集要非常的快速，最后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要录什么了。我觉得我人生真的是没有任何一点希望了，就是我发自内心的这么觉得，我人生真的没有任何一点点希望了。就在你就是离死去的那个同时，我就是人生的那一盏光明。对，我觉得我都已经被掐熄了那个火苗。捡起来绿色的插杆。话说这个房间啊，好像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迷宫。就是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别的其他东西啊。之后我们上次不是在有一个房间，就是一直找很久很久的钥匙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在那地方，还有机会救你。这是我的觉得。之后我们一样再存个档。我觉得我们在这时候绝对不能花太多的时间。之后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救到你的。哎，好，其实这边是右边的这边，要把插杆安置上去吗？嗯，就会掉出一把奇怪的钥匙。对，我还记得它叫奇怪的钥匙哦，我只是很顺的就说它是奇怪的钥匙。好的，对，我们还有时间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存个档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再存下一个档案。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把你救出来，这是我的志向，没有错。如果你不在了，我绝对不会就是独活。我觉得这边一定还有其他有的没有的东西。觉得一定还有，就对，我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在再试的快转。对，我们就直接跳过。那就是稍等我一下，我等一下回来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回来了，没有错，我在这个房间呢搜查了非常的久，之后我就是自己测试了一下。对，我觉得这跟就是搜查时间真的有关系，虽然它没有显现出来。我觉得我们就是我刚才就是心惊胆跳翻了很久，就想说会不会有其他的钥匙可以找到你。之后看起来是没有，之后我就决定就是自己试试看会不会有别的东西。你看还没有血迹，但我其实刚才找了非常久的时候，其实它的血就冒出来了。我的脸再一次的就咀咀掉，之后我就觉得不管了，我就是直接的，对，我就是都这样子开始。我们钟声又响了，希望可以迎接不一样的结局。对，我刚才就直接的有稍微的测试过，进去吧。对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就话说啊，这里面的 BGM 我一进来就觉得非常熟悉，就现在才想起来，对，原来这是《母女之家》的 BGM。对，《母女之家》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恐怖的 RPG 游戏，它真的是写的太虐心了。对，之后就就是还好是看过很多人的实况，不然我觉得我真的自己下去玩的时候应该是完全不敢玩吧。我觉得这就是对那院长爷爷说的尸体，应该就是这个了吧。真的只要烧掉就可以了吗？嗯，果然只有我一个话就果然只有我一个人的话，什么也做不了呢。你怎么了吗？你的脸色看起来好像不太好。你点点点点，不，我没事。别害怕，是我。院长，你为什么会出现？是你救了你吗？
因为有点担心你们，所以我还是决定过来看看。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他，就和他一起过来了。不过他看起来似乎有点吓坏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李，点点点点。李伸手将手上的罐子递给了安。所以这个是李到底是活着还是没有活着？你怎么？暂时别管他了，先把恶灵的尸体烧掉要紧。可是他，我觉得我不想关心所谓的尸体，我想关心你啊！你不要妨碍我，你走开。没有那么多可是了，时间紧迫，一会恶灵发现我们就来不及了。点点点点点，我可以不要吗？我觉得我理怪怪的，你不要阻止我关心他好不好？你这，我明白了。我觉得我们要跟你来个拥抱，这样真的就行了吗？我觉得这样绝对不行。诶，这是刚刚的。诶，哦，怎么了？柜子里的衣服有些多了呢，整理一下吧。腰带下面的衣服也拿出来整理，整一整吧。哦，真的是跟我一样，如果我在整理衣柜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全部都翻出来，再重新整理过一次，不然我觉得哪里好像浑身不对劲。嗯，这是，诶，这件衣服是，不是我的呢？中年女性的声音，安安，哪有人会讲安安呢？安妈妈，诶，我以为她是在问好，就是她就叫安，安安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是可爱的小名呢，应该也可以叫安儿吧？我来整理衣服呢，不过这里似乎有一件不是我的衣服。嗯，就是这件，在衣柜最下面发现的。诶，妈妈知道这是谁的吗？这是，不过看起来好像我也可以穿的样子呢。妈妈，你要说什么？其实呢，这件衣服是专门留给安安你的哦。不知不觉，安安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应该也能穿的吧。诶，是吗？好开心，真想现在就穿穿看呢。那快穿，妈妈，你不告诉真相吗？妈妈，为什么？明明应该已经全部都收起来了啊。诶，妈妈，你隐藏什么事情？哦，这里是墓地耶。谁？爸爸。为什么每一年爸爸都要来这里呢？安有些事情爸爸说不出口。爸爸，不过别担心，总有一天爸爸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。嗯，爸爸，我现在就想知道，不要再隐瞒了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都要嫁人了，所以你真的是可以告诉我。些什么？快点火！等一下，就说等一下嘛，不要那么急，我先喝口水。对，我觉得我没有喝口水的话，我觉得我已经有点讲不下去了。等一下嘛，对，院长爷爷，能不能请你先告诉我，这具尸体他生前到底是谁？虽然很陌生，但是我心里总有一股熟悉的感觉。院长，所以说能告诉我吗？院长爷爷所说的恶灵，他生前到底是谁？呵呵，
你终于想起来吗？真是的。哎，真不让人家省心，只要乖乖的按照我说的去做的话，你想对我干什么？你就不会死？哎，院长爷爷，你想干嘛？哎，啊，反正已经到这里了，那么你就没有用了。哎，怎么会？既然你这么想知道他是谁，那就让我在死之前告诉你好了。不要对我干嘛？院长官，你是这周的大魔王对不对？就说吧，情况如何了？哎，这是婷哎，亚婷也是还蛮可爱的啊，她发箍好可爱啊。多数的观众已经安全撤离了，火势也得到了控制，那就好。其他方面有没有人员的受伤？人员受伤还没有发，没有。人员受伤目前还没有。就唐在哪？唐是哪一个院长？哎，唐是哪一个？怎么了？院长在那边，有个女孩倒在那边。什么？马上就要GG了吗？不，我们剧院刚交一场大火，不能再传出任何负面的消息了。如果这场大火没有完全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，这样我们多少还能挽回一点声誉。可是那个姑娘不马上救治的话，不管那么多了，这关系到我们剧院的将来。哎，你想干嘛？你不送他去医院，你到底想干嘛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先把他抬到地下室去。要是有人问起来，就说失踪了。在剧院里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女孩子，怎么可以？是，我明白了。你还说明白了？这太夸张了！你们真的是……哎。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。剧长、剧院的工作人员、总支院长，除去这次火灾善后工作花掉的那些，我们还差不少钱，所以我们就只能借高利贷，必须得想想办法在短期内筹到这么多钱。嘿，够了！你为什么要自己一直帮我跑字幕？还没有念完呢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知道了，钱的问题我会想办法的。你就先出去吧，我不想看到你。那么我先告辞了。我只是在跟你讲讨论的方法，你干嘛那么凶啊？你这样不面对现实，也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状况啊，院长。哎，这就是所谓的踌躇的踱步吗？说是这么说，不过这眼下上哪儿找那么多钱啊？对啊，但是在这个时候拿不出钱的话，剧院就GG了，拜。可是已经做出那么坏的事情了，你觉得呢？昨天的报纸吗？天哪，所以就是媒体也乱写，真是会。把人，今天巨资为失明的女儿求活体眼角膜，你天哪，你还干了这种事？你天哪，院长，你这样不太对，我觉得对你彻底的大失望了。有人就是他，这样一来的话，钱的问题都能解决。人家的女儿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哦，天哪！原来你是个，真是
比人家还不如诶，院长。所以就是没有得到救治的那女孩，结论到底是怎么了？问号问号问号，院长。哎，是盖亚的那个工作人员，院长您在这里是？啊，不是，我是来看看那个女孩怎么样了。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的。哦，对了，院长，关于那个女孩，她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去看她的时候已经死了。诶，什么？你去找块布盖在她上面，这件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张扬出去，明白了吗？点点点点点，天啊！如果我是工作人员的话，我一定会马上的正，对，我就会正视自己的良心，我就会把这篇报道报出去的。就是工作没了怎么样？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挑一份更好的工作。就是泯灭人性这种事千万不要做，真的是。多亏了这个女孩，我才能保住我的剧院。好残忍，残忍，哈哈哈哈哈！只要是为了这间剧院，这点小事又算什么？多余的话就说到这里，现在就该送你上路了。你救我！哼，没有的，他刚才已经被我控制了。哎。所以你还没有死吗？好的，既然没有死的话，那我就安心了。既然我没有办法活着的话，你要代替我好好的活着。别担心，等你死了，他也很快会去陪你的。不要，你要杀我没有关系，可是你不要杀你啊！你，现在就让我送你送路吧，小姑娘。该死！拜托，不要！哎，谁在这里？不，难道是？哼！哇！救命啊！哇！天啊，院长，你拒绝了吗？耶，好棒哦！你明明是灵魂，你还会被干掉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问号问号问号，点点点点点点点。你恢复了，你这里是？诶，又是你？你想对岸做什么？诶，就像是什么？诶，院长，你这样有点难看诶，院长已经头断掉了，院长。好吧，就是做坏事的下场。我们不要看右下角哈，我们看。你没事吧？我，哎，等一下，安，哎，天哪，真是好害羞！你这时候已经把我小名都叫出来了。点，我已经猜到你是谁了。诶，因为看到了这个，于是感觉到了什么，所以不要再逃了。等我一下，我再喝一口水。好，所以不要再逃了。真的，你不会伤害我的，对吧？对不起。如果我能早一点想起来的话，就不会被院长欺骗了，竟然还想烧掉你。诶，但是为什么眼睛流血呢？姐姐，这是姐姐。姐姐，太好了。天哪，我快哭
哭出来了。安娜姐姐虽然就是早就好像稍微知道这件事，可是我觉得如果玩一款游戏，就是以后就真的不要去想任何攻略，我觉得好难过，我的眼泪就掉出来了。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再想起来了。姐姐，对不起，真是太好了。姐姐不要走，姐姐。生日那天，妈妈送我给我的那个一模一样。爸爸曾经说过，只要带着它，我们就会平平安安的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竟然没有能好好的记住，都是我的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安安，我知道的，姐姐一定很恨我吧，因为我把姐姐的事情都忘记了。直到最后，我连姐姐的名字都没能知道。一直以来，都是我一个人独占了爸爸妈妈的爱，所以姐姐她一定很恨我吧，比起任何人都更讨厌我吧。所以你们大概差几岁啊？所以是，好吧，应该是就是姐姐跟安是有曾经有儿时回忆的姐妹，我猜啦。之后我真的是哽咽，之后喉咙就有点真的快讲不出话来了。我觉得我接下来声音一定会极度的黏腻，所以姐姐她一定很恨我吧，比任何人都更讨厌我吧，当然没有这件事。简直我不是这样的哦，你的姐姐直到现在还留在这里的理由，就是安安你哦。就算是已经死了，就算再也得不到父母的爱，你的姐姐还是选择留在这里，仅仅只是为了再见到你。十多年前还什么都不懂的妹妹，你一面何以？你又知道？可是为什么姐姐她明明要？我想也许我们之前误会了。为什么追击我们的怪物会自己离开？为什么你的姐姐没有伤害我们？以及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活着？一切都是姐姐保护了我们。把水掐的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把这石框挖完，再处理旁边的水。好，就是啊，其实我们就是不是独挡过还蛮多遍，之后我就是为了解答一个人，就是。我的一个就是有看我评就是影片的一个观众，他就问我厕所那部分怎么逃过那个怪物，就回去看了一下，其实那个部分就是会听到姐姐的那个低语声，之后那个就会听到一个惨叫声，其实那个地方就是姐姐保护着我们，那个惨叫声其实是怪物死掉的声音。我那时候还一直以为旁边有开趴的就是姐姐们，之后我现在觉得我错了。如果把这些都解释为其实是你姐姐在帮我们的话，那么这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对啊，姐姐她，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啊，因为姐就是，这么多地方都是。姐姐，你不要死，姐姐。
燕子，燕子好难过哦。姐姐不要走。对，虽然这里还是很危险，不过至少和他道个别吧。我在门口等你，你果然你是好男人，你最后这一点时间都这么体贴。对，好，我等下就出去，你等我一下。是的话，我们一样要做好姐妹哦。姐姐，对不起，姐姐，希望你原谅我。之后我结婚的时候，你也要来看哦，姐姐。其实安江就很可爱吧？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姐姐。故事告诉我们已经就是得到 true end， 就是最终的结局了吗？天啊，不是这条路怎么突然变得有点长啊？是不是走不完？好难过。所以我们现在到底要走去哪里？出去了，哎，为什么眼就是变得那么亮？这有点不合理哦，为什么变得那么亮？哎，就说吧，这个地方肯定是自己在做梦。这里是，而且为什么都没有人呢？到底我的朋友到底把我当了什么？剧院的职员，演出已经结束了，请你从出口处离开演出大厅。什么都没有。我可以不要出去吗？我还想看一下。这边可以去吗？随便进去的话也太失礼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到一开始的部分了，就是我们这边回来。我们第八日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还有插钥匙吗？好的，没有。就我们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。诶，对，应该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，是这个，就得到刚才那个挂坠。姐姐，真的对不起。演出已经结束了，不愧是回归大作，非常的精彩。诶，我好像不记得演了些什么内容，特别是最后，没想到她原来是主角的姐姐，真令人意外。诶，所以我变成了主角吗？我演了这出戏。天哪！诶，这不是停吗？这是再来。诶，谢谢可爱的女生。好慢，怎么还没来？欢迎光临，现在纪念品已经开放了，我终于能进去。担心死我了，下次不许再到处乱跑了，知道了吗？诶，所以那个交接男人找到他的女儿了吗？知道啦，爸爸。真是的，是不是找到女儿了？真的是太棒了！哎，我们终于进来！哎，这是我们的李吗？李，哎，你是啊？是你啊！走路不看路的野丫头！哎，那个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
你找我如果有事的吗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如果只是来道歉的话就算了，下次注意点就好了。诶，可是你的围巾也不见啦，你围巾在我这里，你怎么可以不记得？我怎么了？突然又不说话了。我只是觉得我们是不是在哪里有见过？有，就在大厅的路口。不，不是说，你想太多了。你明明就讲出我的名字。总之没有，就是没有，没别的事情的话就别来打扰我。抱歉，看来是我想太多。你不是说要娶我了吗？你怎么可以出来就忘记我了？没事的话就请回吧，你好冷淡。好吧，我们就只能选一个哦。天哪，好多熊熊哦，我想买一个哦。该买哪个好呢？精致的纪念品挂坠，兔子，哼，选一个带回去给孙女吧。欢迎光临纪念品店，请随便看看。好吧，连我们的礼都不记得我。请你记得我吧，亏你还记得你。都忘掉的话不是更轻松一点的吗？不要，天哪，你这复杂少女心吗？我觉得我刚才就是很难过，你竟然不记得我，我就喜欢你，你让我就够了。你真的是太帅了，真的是，哼，傻丫头。我觉得真的就是男人啊，我可以回去了吧？我这时候可以跟相认了吧？你怎么可以？好吧。看来是你真的是不要跟我说话了，那我们就捡出去哦。偶尔来看一次也蛮不错的。感谢观看本剧院的演出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们回去吧。别急啊，你爸爸还没出来呢。就是这些告示牌都不能调查了，像我们就只能出去了吗？要离开剧院吗？就等等。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去再跟你讲一下。我真的要走了，你确定不跟我走吗？好吧，你真的不要跟我们走。那我希望我们等下出去的时候你可以追过来。好的，我们就出去了，现在就离开。对，我还想看一下有没有东西，我的物品来叫，就是叫不出来。好吧，我们就离开吧。这里带给我的感觉，总觉得有些无法释怀。算了，还是早点回去吧，爸爸妈妈还在家里等我呢。男性青年的声音，喂，那边的丫头，你真的追过来？是在叫我吗？是的。那个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也不算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只是之后你记得要把围巾还我。今天就算了，下次见面的时候记得要把围巾还给我。那么再见了。天哪，果然这就是定情之物。喂，围巾，再会的约定 ，good end， 你是想什么都想不起来？好的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最棒的结局吗？
我也不知道哎。对，好吧。对，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录制到就是李不要死的这个结局，真的太满足了，真的是。好，对，还没有多少的结局啦，就是这个小提示是我有想到，就有稍微在屏幕板看一下就是结果。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之前的所有的选项，如果你没有好好的选的话，也会造成之后的结局。就例如我没有拿我的地勤之物的话，我应该也拿不到这个结局吧，诸如此类的。好的，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，我们会把剩下的结局，就是看攻略的话，是看我的兴致的话，一一的把它就是po下来的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们今天一样就先到这里咯。对，谢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集再见了。对，拜拜。我要去清理我刚才倒就是不小心倒掉的水了。